本应利顿学界体育比赛时间，热到塔石球场就知全澳门最多现场观众的学界篮球赛又嚟啦！我哋会分上下两集重温2022-2023学年南威女 A 新王者的夺冠之路。今届女 A 14队参赛，分四个小组打单循环初赛，每组头两名晋级八强淘汰。上届冠军培正首名晋级八强，击败咗高美善，轻松入四强。上届亚军巴迪马小组赛输咗俾圣心英，次名晋级八强，击败咗永焕。下线方面，上届季军培华首名晋级喺八强险胜卢校三分，再入前四。阿马圣心英小组第一，八强大胜国际26分，首度闯入在塔石的四强大战。首场女 A 四强是上届决赛翻版，巴迪马和培正在过往的交手都是峰回路转，今场都不例外，只是命中率就麻麻。尤其巴迪马前锋吴恩之早段伤出，功力就下降。欧加路最后十秒射入培正全场唯一的三分杆，首节领先8-5。巴迪马著名的快攻，第二节开始上力，许永彤先射个三分杆追到8-0，而陈晓晴拦波成功，走篮开斋，黄三军反超10-8，士气翻晒嚟。此消彼长的培正失误多，抢篮输。杨婉晴、李依林单节合共得4分，巴迪马就多点开花。许永彤同队友展示出默契，他全场贡献7分。曾子琪完上半场前交出个人所有的分数5分，巴迪马大前19-12。巴迪马过去几届对培正都输，上届决赛更加大败，被培正3连冠，身受旧恨，尽在下半场嚟个了断。巴迪马无论冲抢篮板、到程线，第三节初段做出今场最大的分差8分，领先21-13。培正就靠刘美雅取得第三节头5分，缩窄咗分差。点知莫秋平立即回敬翻一球 N1， 而培正结尾亦回勇，杨婉晴、何晓晴犯嚟啦，合两人之力追到21-25。佢哋亦将呢股气势延续到第四节，杨婉晴两度篮底建功，个人就入咗9分，加上何晓晴鲜有嘅中投。培正打出一段10-0跨节进攻，反超27-25，激起第一波高潮。然而杨婉晴印象退下火线，巴迪马乘机上演反高潮，并由莫秋平再做救火队，率先打破咗超过半节的入球荒。大伤上阵的吴恩之最后2分钟亦都2罚1中，燃起全队的斗志。陈晓晴更加着晒火，篮底连续进账6分，并以10分成为全场得分之冠。加上全场攞到7分的莫秋平2罚皆中，巴迪马完成11-0的攻势，成功逆转到36-27，锁定胜果。令李依林自利的入球已经冇乜意义。最终巴迪马以36-29粉碎了培正4连冠的美梦，福寿成功跻身决赛。我们全部都很激动，人家是3连冠，我们本身都预了输去打，但是没想过我们会赢，所以我们大家都四强这个期间，我们大家都不停努力，所以其实努力是有回报的。我觉得突破了是我们即是 Miss 的方面，我们 Miss 是赛前是不停咁樣鼓勵我哋，但係冇俾壓力我哋，即係我哋大家都係想打翻場好波俾 Miss 睇咯，大家都滿意咗自己嘅表現咯。因為今年我都係高三啦，即係我已經係最後一年，所以想俾翻個好成績俾 Miss 睇。Last 嘅話，我會覺得
中規中矩咯。即係如果冇咗我哋嘅隊友，冇咗我哋大家嘅防守，其實靠一個係贏唔到。所以其實係我哋今次係贏到場波，其實係靠大家咯。離冠軍爭一步就爭個決賽，自己有咩期望同埋有咩部署啊？我哋都會不停咁樣去練啦，將今次今場嘅不足都去改善咁樣。我哋要打嘅可能練嘅戰術啦，都已經出曬嚟噶啦，但係放籃嗰度把握力就比較差咯，所以啲波就全部都唔入咯。同埋因為快電馬係擅長快嘅隊伍啦，我哋可能對佢哋嘅快攻就冇咩即係冇咩準備咯，就跟唔上就開始落後咯。咁多年都係攞住叫做冠軍咁樣啦，但係最後一年要畢業嘅時候，竟然入唔到決賽，咁好失望咯，真係。唔單止係因為我哋自己啦，仲覺得浪費咗其他師姐咁耐以嚟嘅努力咯。我哋會更加努力去準備啦，然後希望就算攞唔到冠軍，都攞翻個季軍，去俾翻自己咁多年打波嘅叫做一個心願或者一個交代咁啊。另一場女 A 四強由盛心英同培華爭奪決賽席位，白色球衣嘅盛心英由藍心妍、楊子晴領軍，一上場就做出一波9-0，為全隊打下強心針。佢兩個人今場各自入咗8分。培華雙塔邱彩怡以及林詠霞第二節重拾手感，合共進帳咗8分。但盛心英嘅林庭月大爆发，李哲个人独取8分，将林永霞、邱彩怡嘅风头抢咗。加上蓝心妍交出今场嘅第7分，李队黑马半场领跑19-12。下半场两队各打一节好波，佩华加强防范林庭月，佢亦受到3犯所困而被收起。盛心英冇咗重要嘅得分点。林永琴加强了进攻的速度和效率，吕思琪又命中3分，配合邱彩怡的切入，培华以1-7的小高潮一举追到19平手。盛心英幸好有杨子晴顶住，连入2球，一度拉开23-19，无奈就独力难支。培华有2条形射入3分，第3節结束的时候追到22-23。两队都未入过决赛，估不到四强上客培华遇上新丁盛心英会陷入苦战。更加估不到的是，他们未能够将第3節的气势带到第4節，头5分钟全队哑火。相反，林庭月重新上场，在高度篮底方面支援了盛心英，他攻下全队最高的10分。受到鼓舞的蓝心妍先2罚中1，李子晴又发挥队长作用，射入关键的3分波。吴子晴亦都不执输，2罚全中，盛心英开节8-0，领前31-22，提前将决赛入场券袋咗落个袋咁仔。而邱彩怡、林永琴尾段先至挞翻着球感，但为时已晚，嗱佢哋分别得到8分、9分。而戴婉琪就凭住罚球将比数定格喺32-25。最终盛心英以黑马之叹击败咗培华，历史性闯入决赛，将会同花地马争夺女 A 冠军，培华就同培正争季军。失望就一定有嘅，但系我觉得我哋今一场打出咗团体精神啦。虽然发挥都未算真系到最好，但系我哋都尽力咯。所以其实我觉得而家就系我今年都高三毕业啦，而家就系可以摆啲希望落下年啲队友身上咯。其实慢热始终都系输，都系输呢一样嘢。上年好多高三嘅队友走晒啦，然后今年升上嚟嗰啲好多都系07，仲有08咁样咯。然后佢哋都冇乜经验啊，然后会对塔石呢个场会怯咯，即系就会好紧张，好紧张。点解第4節一出到去，成队好似跌晒锅咁？即系我哋自己嘅一啲失误咧，搞到我哋
自己一啲火斷咗，之後可能都因為體能上嘅問題啦，之後咧就有啲透支咯。最後一場波盡力咯，我一定會盡我自己全力啦，然後都希望我哋可以打出我哋自己真實嘅實力啦。我係覺得我終於可以同我嘅隊友，即係努力咗咁耐，可以一齊攜手入呢個決賽，入呢個塔石。我嗰刻係好想衝過去攬住我啲隊友。到第三節嘅時候，俾人哋追得好近好近，嗰刻其實有冇啲驚嘅咧？我嗰刻係覺得我要相信我嘅隊友，我嘅隊友都同會同我一齊。嗰刻雖然係好緊張，但係我更多嘅係俾信心我自己，或者俾信心我嘅隊友，要冷靜落嚟先。教練一定好重要啦，佢俾咗好多信心我哋。最後一場決賽，你哋有啲咩部署？加強我哋嘅 teamwork 啦 ，teamwork 好重要啦。然後我哋就會再加強我哋防守，然後都係俾信心我嘅隊友，我哋去相信嘅隊友係可以把握好每一球波。有冇信心一入決賽就即刻可以攞個冠軍咧？有。接住睇南 A 賽事，今屆南 A 36隊參賽，八個小組打單循環初賽。每组前两名进入16强淘汰，在淘汰赛阶段，在争议声中出线的镜平大打斗智波，在上线先赢赛功，再创胜若失六强，进军四强。强势登场的培华大比数击败了创新新华，挥军前四未遇考验。下线方面，浩江淘汰了永焕以及劲女澳大附校，相隔九年之后再上到四强的滋味。上届季军蔡朗击败了佩正以及前盟主月华，再度塔石见。第一场南美四强，白色球衣的镜平挑战大热门培华，带领球队闯过风风雨雨的队长李建勇，初段连入六分，顶住培华的多点开花。但培华今届除了小组赛首仗之外，场场大胜，一开波就抢攻，王文杰、郭家添各进账四分，加上杜文杰首节射入两个三分波，培华领先18-11。高大的郭家添以及赖佩兴第二节表现勇猛，前者上半场攻入十分，培华以1段9-2攻势，分差扩大到27-13。镜平则由陈浩然顶住，交出全场6分钟的四分，加上林坤浩的三分波，一度将分差缩短到单位数18-29。篮不防杨子豪外围射入，镜平半场始终落后21-31。下半场赛事，王文杰、李建勇大斗法。李建勇爆扮镜平，最后两节20分钟的16分，效率就相当高。他全场交出23分，但镜平防守端就麻麻啦，俾培华太多空位，打出全面而且立体的进攻，内线外围都得心应手，命中率又高。完第三节大前47-30，王文杰就更加厉害，两节轰出20分。加上郭家添、杜文杰同样有双位数的进账，镜平只靠李建勇独力攞分，但双拳就难敌四手。培华第四节不断扩大优势，最终以67-41大胜镜平，上隔一届之后再度闯入决赛。八强开始就个个都有决心，有决心去做好每一样嘢。我哋靠呢啲嚟胜利。今场波我见你哋一落场又个个都好兴奋。我哋嘅一份信念，我哋要真系要攞冠军。今年我哋决心就系攞冠军。我觉得我今日嘅表现比较一般，都系好多失误嘅。分数呢啲嘢都系假嘅，好多失误我都系对自己要求。距离嘅冠军战都仲有差不多2个礼拜啦。成队波会点准备？我哋首先要系防守同体能方面做好充足嘅准备先啦。但我哋嘅传播能力同埋失误率都比较高，所以要改善呢啲。我哋唔惊嘅，我哋好团结，我哋会越强越强。有冇信心可以再为培华再攞一次冠军？有。
我哋都準備咗好耐，即係研究個對手好耐，所以我哋都係好想贏嘅。我哋都估唔到會俾人係咯，但係咯贏咁多咯，所以係咯少少失望咯。可能大家都係第一次嚟塔射啦，然後都即係突如跟住個氣氛氛圍，我哋都未適應到咯，所以一開場我哋都未進入到狀態，然後憑連續咁樣失誤咯，然後被對方拉開個比分。成年嘅話，我哋入到四強係幾驚喜嘅，都即係我哋一開始嘅目標即係都未諗住係四強咯，但係即係都即係成個過程都有好多即係好多小插曲啦。然後最尾我哋都殺入到塔射，其實成年嚟講，我覺得係收貨嘅。鏡評有啲咩不足？要喺季軍戰入邊之前要加強先有機會攞個季軍。防守溝通嗰邊咯，減少啲失誤咯。另一場男 A 四強，紅色球衣嘅豪江挑戰上屆季軍蔡朗，並由雙塔余文俊嘅三分幫拉開上半場三分雨嘅序幕。豪江第一節共入四個三分，佢包辦咗兩個，何偉通、盧俊業各入一球。蔡龙不遑多让，首节都有三球三分，袁建辉交出当中的两球。今场两队互有领先，首节最后分半钟左右，何伟涛连入两球，豪江完成一波8-2攻势，领先21-17。经过首节大手交易，双方都意识到防守的重要性。第二节头三分钟交白卷，得分回落到单位数。一度落后六分的蔡朗，藉住周家乐最后4秒的进攻，将豪金拉回到同一起跑线，26平手。加上袁建辉、吴若贤合力打出一段跨节的11-0。蔡朗第三节逆转到31-26。吴若贤今场相当卖力，两罚皆中。全场攞咗12分，令蔡龙尾段保持5分优势。豪江就靠何永森单塔保至尊，不单篮底有威力。最后7秒两罚全中，包办球队整节全部嘅11分，追到37-40。而何永森嘅努力冇白费，豪江率先喺第四节反扑，管浩铭保揽开斋不得止，亦唤醒队长卢俊业嘅手感，豪江反超。41-40。然而豪江未嚟得切庆祝，超级射手袁建辉就挺身而出，攻入第四个三分波，有三罚两中，连入7分，令胜利的天平再次倾向蔡朗。李慧甲组球员轰出全场最高的34分，配合周家乐、吴若贤以及周子健的得分，蔡龙打出一段15-2，大前58-45。虽然大幅落后，豪江最后1分钟都冇放弃，何永森追到51-58，佢交出全队最高的22分。但系蔡龙有相当的板凳心火，欧俊成、卢允和罚球都中。最终在袁建辉领军下，蔡龙以60-51击败豪江，首度跻身决赛，将会同培华争冠军，豪江就会同镜平争季军。前三节都咬住，到最尾第四节，可能我哋体能原因啊，或者其他球员冇办法撑埋最后一节，所以包括我自己啦，我哋都防唔到对面翠龙学校，翠龙子弟学校的77号，我觉得我哋自己本身都表现得不错的，就争最后一啖气咯。我哋一班都是从 D 组打到 C 组，打到 B 组，今年应该都是最后一年 A 组噶啦。咁我哋都是一直以嚟都是想打入塔射，我哋今年都是第一次打入塔射。我哋学校是双塔的阵容，咁佢哋今年都已经高三要保送，咁我想我哋都是谂住佢哋保送之前可以为学校攞翻个冠军。咁都好可惜啦、啊！咁我哋仲有场季军赛，我哋都会去尽力去打好嗰场比赛嘅。有冇信心可以到最谂尾都攞翻个季军？有嘅，我哋都好想为学校争光咯、啊。攞翻个季军都系唔错嘅。
好興奮，因為呢次都係我哋校史第一次入決賽，所以我覺得好興奮。可以再搏多下，希望可以攞埋冠軍啦！我哋我係連續第三年入塔石啊嘛，但我前兩次都係喺四強就輸咗啦。咁啱好每次四強都係表現得好差，所以我今場就更加努力，希望可以再進多步，唔好每次都輸喺四強。第一次入決賽啦，其實既興奮啦，亦都係有壓力啦。壓力就我覺得還好，其實因為我哋都係每次都係挑戰人哋，咁人哋即係我哋對決賽對手係陪玩嘛，咁佢哋都係有冠軍嘅經驗，所以我覺得我係挑戰人哋，我覺得佢哋壓力更加會大少少。自己有冇心理準備，下一場會更加難打咯？如果俾人 mark 四嘅話，咁即係代表隊友有空檔，所以我會覺得可以製造多啲隊友嘅空檔，因為我哋啲隊友其實都好勁。咁仲有兩個星期咧，有啲咩可以同啲隊友講？兩個星期捱埋佢，我哋做到，我覺得我哋做到嘅，係。有冇信心攞冠軍？有信心，一定要搏下。睇完四場四強大戰，今集時間又到，距離決賽季軍戰仲有差不多兩個星期，相信各隊都會養精蓄鋭。下一集我哋再睇八支隊伍今個學年最後一擊，檢視佢哋嘅努力成果。大家千祈唔好錯過啦！拜拜。